你总是吹的，你看书散架了吧？不知道，以前没遇到这种情况。我师父说这块地的下面是这座庙的前身，它以前可大了，后来被泥石流给埋了，人们在上面就建了这么大点儿。挖开来看看。哦，这是五通神的本体，他裂了。您的金身太厉害了，昨天重伤了他，他是浩朵的徒弟，你的金身能否给我看看？哎，不行，我师父说金身不能现世。也罢，只是想不到用这种方式让我大仇得报。啊，要跑，鞭子！万法归宗。我杀了他了吗？他炸了。我终于给你们报仇了。这山中被五通神所控制的鬼神终于都可以自由地离开了。潇洒洒飘飘散散风雨中，人形一刀也生冲动，生死暗苦冬，冲动一生层层未